鸡翅珠宝盒的月饼礼盒一打开，圆形的港式流心月饼口味大突破，切开月饼黄色内馅，可是结合了榴莲果肉、香港主厨将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融入月饼，浓浓的榴莲味搭配流心奶黄，独特口味吸引年轻客群尝鲜。我在树上玩熟的，它摘采下来之后，用手工把果跟壳分开，然后把那个果肉研磨细致，再跟奶黄。 结合在一起，公司也接了非常多电话，然后最主要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，因为他们比较喜欢独特的感觉。餐桌上的配菜，香菜也能变身点心主角。绿色香菜磨成粉做成的香菜酥，挑战味蕾极限，有搭配奶黄与花生两种口味，破千盒全销售一空。想要整朋友那些的，对对对，你就会想说拿来送礼的。对对对对，四家的，真的、哦。嗯，那你有尝试过？ 还没吃，还有四支口味的，都蛮新奇的。除了有香菜月饼和榴莲月饼，老鞋珍则推出了燕窝月饼、点水楼，也有创新口味月饼，加入了鲍鱼、松露等等。还有香港顶级鱼子酱品牌推出鱼子酱月饼，一颗近千元。中秋赏月吃月饼应景，想要品尝经典原味还是特殊口味，等饕客们来挑战。三立新闻杨超成、李文科台北报道。